连弹头的婚礼都表演魔术，我就觉得很酷啊，我在推广。好，刚刚讲到名字的庆出来。第三位老师就是咱们魔术师常威了，他学生课时多的下下叫呢。跟老师学的是哪一套魔术？哦，我刚刚跟他们学有两套吧，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拿到那个优胜，就是他们教的。哎呦！哇！巨人的那个吗？哦 ，no， 不是，是之前淘汰赛的时候。哎，是跟谁一起搭档？没有，就好像就我跟他吧，然后我有拿那个大吸管出来的那一次。哦。有学很久吗？也还好。哇，谢谢夏阿姨。他教学状态顺利吗？我觉得他蛮有自信的啊。所以说，讲难听一点就是比较臭屁一点。臭屁，对，就觉得臭屁的现象。就觉得说我教的魔术好像都很简单。他都怎么跟你讲？他就说，哦，这会不会太简单啊？然后说这不用，我求好心切，我求好心切，不用练习应该就 OK 了吧？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因为那种跳舞都那种很不拿手，可是变魔术我就觉得，就是我可以很快的就去弄好这东西，然后就是弄完后我就在家睡觉，我就不练习。然后隔天是不是？可是那天音乐也还没出来，所以其实我好像有两次吧，就是他们排的魔术，就音乐都是我都是现场才配的。就觉得还蛮顺手的啊，你自己说是有天分吗？你还要逼人家的感觉，你自己说，没有啦呀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其实他每次在练习的时候啊，然后都会跟我讲说他唱歌很好听，唱歌很好听，然后就一直唱歌给我听这样子。他都唱哪些？他就唱一些流行乐曲这样。你为什么要唱给老师听呢？因为他们有看节目。然后他们就知道我唱歌很难听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唱歌真的很好听，就跟他讲说其实我唱歌不难听，虽然这边的音控每次会让我的声音变得很奇怪，所以才然后我就直接唱给他们听啊，你说好不好听？说实话我有说过不好听啦，然后说第一次不好听，然后再说一次不好听，第三遍他就哭了，我就哭了。你还哭，在外面哭给老师看。你现在唱一首，我们来听听看。瑶瑶能靠这一次一雪前耻，还是会被笑得更惨呢？他每次在练习的时候啊，然后都会跟我讲说他唱歌很好听，他唱歌很好听。你现在唱一首，我们来听听看。歌曲，然后唱副歌，我们来听听到底好不好听。好，那我今天唱范范姐姐的《黑白配》，可不可以不要？黑白配，加油，加油，好。谁说？等下，重再一次。再等一下。谁说不能黑白配？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，曾经有人这样唱过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哇，浪不浪漫？有没有浪漫？哇，感情好像不是很顺利啊。观众朋友们，买唱片如果买盗版的，就是这种音质啊，会让你做噩梦的，要支持正版哦。好了，这样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还可以啊。对啊。好，那 OK 啦。永硕，你学过什么？我其实就学过一次，就是那时候是那个过年特别节目，然后有我跟 Apple 还有米奇小姐四个一起学一個魔術。很久了。对，很久了。然后那时候只有变一个魔术棒，还有从一个什么箱子里面抽出很多东西。对，你还有印象吗？你教他什么？还有一点印象，对，教他花类的魔术，花的，然后还有棒子，哦，对，有一些道具，对，是道具的东西。讲到道具呢，他说有位妹妹呢，动作非常粗鲁，常常破坏道具。你很不舒服吗？那个时候？还好，因为你们是道具，有时候做的还蛮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有些价格单价比较高，所以会比较心痛一点。弄坏他们要赔吗？还是？不用，修一下就好了。哪一位妹妹？你确定是我？你干嘛突然？老师，我跟你讲，
当然你讲一讲，你要讲什么道具？就是花类的魔术啊，有时候要就是花类的魔术，因为它比较脆弱，嗯，它的道具比较脆弱，然后在抽出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断掉干嘛的啊，有时候动作太粗鲁的话，啊就会造成道具有一点损害这样子。哇，那是我是想要做一些压花送你，所以就故意弄那个花，不要，对。啊，因为他们可能技巧比较生嫩，但我想看一下你到底会不会变魔术。今天有准备吗？有有有，可以为我们表演吗？好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中间请。好的，现在老师要表演什么样的魔术？表演一个画纸的魔术，就预言的魔术。预言，对，这恐怖。OK， 好，现在我这里有准备一副牌。大概帮我看一下，有，有没有问题？各个颜色都有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呢？学生会不会串通啊？这样不会，不会。我们老师可专业。盯着点，盯着点啊。接下来呢？当我拨牌的时候，你帮我喊停。好。OK， 好。停。这张你选的牌。对。好，把它记住，不要给我看到。可以镜头看可以吗？自己看就好了，不要给我看到。对。啊？我镜头不能给别人，不能给大家看吗？自己看就好了。自己看着，自己看着。好好。那我看好 ，OK， 记好了哈。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人只要看过的东西，哎，其实在眼睛里面都会产生一个视觉占有的效果。哦。所以说，我现在要感应一下，我这里有一个画板，还有一支笔，我现在要来感应一下，你选的到底是什么牌？嗯，你怎么知道 ？OK， 我现在要把你选的牌。画在这个画板上面，他很会演，传递一下讯息给我。好，好，有了吗？太久了啦。OK， 好，我了解了，了解了，可不可以影响到他？画漂亮一点。好，快好了。哦。真的会吗？真的。你是要从他眼中看出刚刚那张牌吗？好。我已经画好了。好，现在瑶瑶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你选的牌是不是这一张？当然不是啊。这么逊，哇，不是吗？哎，打开来给我们看一下，你给大家看一下。当然，红心七啊！你搞什么？起码你确定找他学魔术是对的吗？我开始有点后悔。起码我的形状很像吗？有啦，有像，有像。好，其实跟大家开一个小玩笑啦。小玩笑。其实他所选的牌并不是这张牌，这张牌只是整副牌里面的第一张牌。这样子讲，你们可能不太清楚。OK， 我再画一下。哦哦哦，后面都是牌。这是第一张牌。好，瑶瑶，请你站到这边来。当然。你要好好变，不然太逊了。对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整副牌。这是一个整副牌的图案，而这张梅花 A 只是其中一张而已。所以说瑶瑶的牌是在这副牌的里面，非常合逻辑吧？很合逻辑。OK， 好，来注意哦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瑶瑶的牌从这副牌里面找出来。假的？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？OK， 好，来注意哦。学这套，这套要花很多钱吗？不要，我跟你学，道具可以自己做，超强的。